全妹答，拉克特最会答。签的是什么？等一下会把这个丢到球池里面。真的假的？真的。刚刚听工作人员说，然后球迷粉丝们就可以去摸索。捞哦，我懂了，你挖到了就是你的。你要偷签一颗你的。哎，却很小，应该不会发现。刚刚，各位特制版的，特制版的哦。哎，拿到。现在想要总监的签名不容易。Hello， 大家好，我是辣晴。现在呢，我人来到台北花博珍宴馆。今天呢，受邀来参加一个非常棒的活动，那就是2024台湾运动文化展。不只是全台唯一，也是全台规模最大的运动嘉年华会。这个特展呢，有结合四大特展哦，篮球、棒球、啦啦队、马拉松，另外还有潮鞋特展，让你在这个展里就可以看到中信兄弟皇朝在线、乐天女孩许愿池、富邦勇士十周年特展，而且更棒的是，还有35位职棒职篮啦啦队女神一起参与。那活动的日期呢，是3月8号到3月11号，早上10点到晚上8点。票价呢，平日是230，然后假日是430。如果你有小朋友，也欢迎一起带来玩，因为儿童票只有100元哦。在七大售票平台同步贩售，现场呢也有售票口可以买票。那这一次的活动推广大使呢是金宝拉，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金宝拉是谁。金宝拉呢是韩国非常有人气而且非常有名的模特及网红，光是他的 IG 就已经有超过117万的追踪人数。我自己呢也有追踪他的 IG， 也常看到他在 IG 分享他的生活、运动、美妆保养，不只是脸蛋漂亮，她的身材更是不科学，真的是很多女生所向往跟追求的。那今天除了来逛展之外呢，也要来参加她的见面会。除了听她分享她的美妆保养之外呢，也可以跟她一起体验瑜伽课程。所以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去了，走。宝拉，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刚好趁现在来访问一下宝拉，就是你一周会运动几次？좀중요한일이있을때는5번정도하고，그렇지않을때는3번정도하고있습니다。一个礼拜我当然希望可以运动5天，但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会运动3天。哦，最少会有3天。那我想问，因为我非常近距离看宝拉，她的皮肤真的非常好。她会每天敷脸吗？아아니요요즘에는그냥집에서하는홈케어뷰티디바이스기계가있거든요그걸로그냥스킨로션열심히바르고있어요我倒没有特别敷脸，但是我会用那个皮肤的这个按摩机啊，哎对，用加这个 lotion， 然后一起来做一个保养。原来这是宝拉皮肤好的秘诀，好特别。那我想问，因为宝拉一直都有在维持身材，不管是用运动还是饮食控制，那你平常就是会忌口吗？요즘에밀가루를최대한많이안먹고있어요밀가루를먹으면이게좀 부어서밀가루최대한많이안먹고있고짜게안먹으려고노력하고있어요근데짠음식을너무좋아해요这个这现在也开始有一点慢慢对有年纪了，所以的确我会特别做一些管理，所以说特别甜的东西啊我会不会吃，因为甜的东西容易胖肚子，对，然后晚上呢也不会吃宵夜。宝拉已经来过台湾几次了，那有没有什么食物或什么样的地方让他最难忘？일단저는대만내장소는저진짜시먼딩에맛있는게너무많아서시먼딩너무좋아하고그리고
치두부랑 제가 너무 그 치두부랑 망고 빙수랑 그 고구마 불이랑 어제는 또 천천히 가서 그 대만 전통 면 있잖아요. 그 미엔? 그 먹었어요. 他说在来台湾的时候呢，他最喜欢的就是西门町，因为西门町有非常多的美食。 요즘에 豆花가 너무 맛있어요. 豆花. 那他最近呢，也是，但是豆花也超好吃的。那其他的，他一直很喜欢的，比如臭豆腐啊、芒果冰啊，哦，还有这个地瓜球，都是他很喜欢的美食。哇，所以宝拉可以接受臭豆腐吗？哇，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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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가겠습니다진짜只要你们请他去，他一定会去。太棒了，所以有机会可以跟他一起在球场上应援吗？哦，미리말씀해주시면저도연습해서할까你早点跟他说，教会他一些动作，他先练习一下。太棒了，各位，我们要约宝拉来球场喽！想问宝拉，愿不愿意跟我跳一个非常简单的应援动作？네좋아요。哎，好，那我们就来带宝拉一起跳简单的应援哦 ！5678， 安达，全力打，拉克特，最会打，安达，全力打，拉克特，最会打。예귀여워귀여워귀여워아리가또Thank you 감사합니다谢谢宝拉希望有机会在球场看到你访问完宝拉了我心跳超级快因为可以近距离见到女神我说真的我现在讲话都还会抖宝拉的活动结束了但是我要带大家来逛展了走觉得整区最特别就是这里女孩联名款这上面有出现的女孩名字都会来这边当一日店长哦这个是教练团的限量款2990想要收集的真的要赶快趁现在我来到的是我们乐天女孩许愿池我觉得这里超酷了这里有每一个女孩的人形立牌而且还有超可爱的球池里面都有大抱枕甚至是女孩的写真桌历球衣毛巾帽子非常多样化大家真的可以来这展逛一逛甚至是跟你喜欢的女孩立牌合照哦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就是这个球池是可以坐到里面合照的哦OK 我现在来到了中信兄弟特展听说这边的展览不只有可以看到中信兄弟的历史之外呢最有趣的就是它可以体验抛彩带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不只是他们的冠军奖杯还有冠军戒指等签名球衣可以看到这 MVP 台哦所以你可以站在这边拍照要来到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要来抛彩带重点是我今天抛黄色彩带应该是没关系啦因为今天是来逛展的嘛这边呢就是我们抛彩带区我自己是乐天桃园的那这边是中信兄弟的区域嘛那没关系我在这边体验抛黄色彩带但是总冠军的时候是抛我们的红色彩带哦来抛彩带咯
这面墙呢就是他们整个总冠军的记录。这一区也可以看到中信兄弟的球员卡。现在我来到的是富邦勇士的十周年特展，就在这区，天花板上面就是他们的球衣，哇，而且像吊灯一样展示在上面。这里呢是他三连霸的奖杯，2021、2022以及2023。那整座墙呢就是他整个冠军战的记录。这边很酷哦，可以跟球员们击掌。你知道吗？这个画面很像什么吗？就是啦啦队们本来不是都会在那个场边应援迎接球员吗？今天换球员来迎接我，走！那接下来呢，就是马拉松特展区。这边呢，介绍了马拉松的历史、纪事以及这边的选手，所以来到这边真的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手。这边还有问题区，可以让大家更认识马拉松。另外一面就是答案墙了，大家可以到这边，例如说第一个答案，跑者的平均年收入68万，哇！这四大区，其实这边还有很多的潮流商品以及运动用品。这个吗？啊，好啊，好啊！各位，我要来挑战比腕力。第二强是，哎，第二强可以稳在这里，应该不简单吧？啊，它结束了 ，Get over。关主帮我设定第六场而已。可以啦，大家真的可以来挑战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玩的。这边还有大会服务台，还有今年的宣传海报。所有的啦啦队都在这里哦。入场券这边就是给你几点用的哦。入场券呢，除了有抽奖连可以抽奖外呢，这边商品的优惠券，还有大鲁阁的电子体验券，购票的民众啊，还有这种集点卡，集到5点、10点、15点都有各种不同的赠品。不止如此，还有这种摊位现折的优惠券，窝俊的21天运动会集，全真瑜伽运动会集。这边也有尖端集团，有各个女孩的写真书，现场也可以购买到。旁边就是美食区，来逛展，渴了、饿了就可以来这边吃。Lucky Girl 特展区，哇，所有的 Lucky Girl 的周边都在这里可以买到哦。这里也看到很多的摇头公仔，而且是限量的哦。那它刚好分了两个区，右边呢是台湾的选手，那左边国际区，也可以看到你喜欢的国际选手。发现这里的拍照背板其实还蛮多元的，女生来到这边可以来收集各个不同的拍照背板。各位，我来到了篮球鞋百年特展，带大家看一下，因为这边有很多限量的球鞋，刚好可以来看一下，哎，自己有收集到哪一双，或者没收集到哪一双哦。
我跟大家分享一双我最喜欢的给你们看咯，极具未来科技感，好赞哦！这一双很大鞋，它是一台电脑主机，潮流与科技的完美结合，我的天哪！这边还有一双橘色的，哇，这样看很像一只兔子，也是主机，超级酷的。这个放一台在家很炫耶，人家的主机都是一台长方形嘛，然后又很笨重，但是如果家里放一台这个怎么样都要找朋友来家里玩电动吧。这边除了运动奖之外竟然还有电竞周边，我觉得这超酷的，因为我一直以为这边只有运动奖主场的周边，但是这里竟然有电竞椅以及电竞商品。这边呢、也有给观众朋友们可以体验环状萤幕的赛车，就这种配备啊，真的会让你感受到你真的在开赛车，而且它还是真的踏板哦，真的在模拟赛车。哇，这个超有临场感的哎，这个很像是体验那个动感的哎。完蛋了，我现在在哪里啊？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它刹的比较快。哦，就跟你开车一样。我不会开车。我要烧胎了，我要烧胎了。又撞车了。看到一个更酷的东西，刚刚只是环状萤幕的赛车，现在是包厢式。它好像太空舱哦，超级科技感的。你可以坐在里面，不只有翻面的萤幕，整个是包在里面，沉浸式玩电动。对，我要来体验这个屏幕下来了，与世隔绝。怎么开、啊？完蛋了，完蛋了！哎、欸、啊啊，糟糕，这是车道吗？哦，回来了，回来了、哦、啊！这种全景式体验真的蛮爽的。玩完最大的感想就是，我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因为太危险了，而且我自己很有自知之明，我是马路三宝之一，所以为了大家安全我就不上路了。我觉得整个展区很好玩哎，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琳琅满目的商品之外呢，你还有美食可以吃，然后还有各种商品可以看，我觉得超酷的。因为今天是3月8号第一天，所以呢今天也会有现场的记者会。4天的展的主题也都不太一样哦，像今天3月8号是运动派对日，那第二天3月9号是运动潮流日，3月10号是运动嘉年华，11呢是运动新创健康日。记者会准备开始了。比较特别的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最右边的那一位，就是韩国非常有名的 Twitch 直播主企鹅妹，本人非常漂亮，而且将近100万的追踪，非常非常有人气的一位直播主。2024台湾运动文化展，3月8号到3月11号，在华博展演馆热烈启动，掌声鼓励，谢谢。嘉安安，我们的咖喱也来了。今天是不是下午也会有一日店长的活动？对，我们还有一个见面会，就在我们的乐天女孩许愿池。你咖喱是只有今天吗？我是3月8号跟3月11号。哦，最头跟最尾，没错。所以如果你3月8号没有看到咖喱的人，3月11还是可以来哟。他中间也可以来，说不定可以巧遇我啦。有安排一些可以抽空的时间来碰碰。陈晨威吗？今天记者会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球员，我们的球赛要开始了，加油！秀秀子，富邦代表，富邦代表的 Angels， 哎，你怎么跟我们球员在那一起啊？你要加入吗？你要加入吗？这句话我不敢乱讲。戴莹也来了，안녕하세요。戴莹也是今天的一日店长。嗯，其实今天不止咖喱跟戴莹，还有小紫跟宋宋，但是他们比较晚，所以现在见不到。耶、yeah, ，我好幸运。我在前面签的是什么？等一下会把这个丢到球池里面。真的假的？真的。刚刚听工作人员说，然后球迷粉丝们就可以去摸索、捞。哦，我懂了，你挖到了就是你的。对。哎，这个好有意义哦。对啊。然后只有一日店长才有，对不对？嗯。那还是你要偷签一颗你的。哎，圈很小，应该不会发现。刚刚，各位特制版的，特制版的哦。
拿到现在想要总监的签名不容易耶，结果刚刚一堆人已经找我签名了。没有啦，乱讲。来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对，这颗一定是限量版，看谁先摸到，因为有代印，然后也有我的。摸到的人可以在底下留言吗？赶快让我知道是谁。你们赶快来抽，快点，因为只有一颗，就一颗，真的就一颗，好不好？结果你自己收掉了，是不是？期待哦。有1、2、3、4、5、6、7吧，十颗，总共有十颗可以让大家摸，好不好？里面大概有几百颗。让你去摸，所以看你的手气，摸到就是你的。而且这个展览就是3月8号到11号，赶快来摸，只有4天哦，没有摸到就没有的。OK， 我已经逛完了今天的文化运动展，整个展场呢涵盖了潮流、运动场、舞台、美食，非常推荐大家就是有空就可以来这边逛逛展，而且连续4天都会有不同的女孩见面会，甚至是有好礼可以拿，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好的，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那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来支持我哦，我们下一次影片见，拜拜。